族传说，百步蛇成长到一个阶段之后，身体会慢慢缩短，长出羽毛，然后化为雄鹰在天空翱翔。我们在台湾长老陪同下登上圣山北大武，然后借由空拍载具取得雄鹰一样的视野，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探索这座南台之月。台湾族传统，女人和狗不可以随意进入神圣领域。队伍中唯一的女性遮脸走了好长一段山路。一开始大家觉得有歧视女性之嫌，后来我们才发现台湾族热情细腻，歌咏山泉小草的时候暗藏对女性的疼惜，他们像大树一样呵护女性，更心悦诚服地接受女头目的领导。诸多的仪节禁忌都是在保护所有登上圣山的山友和子民。我们重登北大武，以全新的角度理解他所庇佑的子民，以全新的视野看见过去只能仰望远观的巨大树木山林面貌。即使你不止一次登上北大武山，但仍然值得再次探究这座雄伟神秘、内涵丰富的大山。也许还能借由雄鹰一样的视野看见不同角度的铁山、云海、日出晚霞，或者更深刻地关照圣山的神秘基围。上山吧，北大武山正呼唤。今天起来天气没有说晴空万里，可是目前看起来云层还是有一点厚，而至少没有下雨，所以我们待会就会整装出发。那我们今天的行程会跟以往都不太一样哦。以往我们就是一般就是从快母山庄就是轻装，然后一天单工到大武池到北大武，然后回来，然后再住快母山庄。那我们这次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拍摄北大武的绝美的景色，所以我们这次改变策略，就是要重装上去，要待在上面。因为这几天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就会待在棱线上，好，那等到好的天气，马上把它拍摄下来，把它记录下来。那尤其在棱线上那片铁山林的话，是在台湾来讲是算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片，所以值得用影像把它记录起来。我们是山庄最后一批上去的，因为我们今天目标就是上到棱线上去。山屋已经空空荡荡，绝大多数山友都起早赶着去山顶等日出了。屋子里留下一些山友的睡袋衣物，很像放长假的学校教室，在人们回来之前多少有些感伤。以前我们也是起早赶晚登顶看日出的一群，后来知道那样一定会错过一些什么，尤其孔长老带路慢慢走，一定会看到北大武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长老昨天等于是住在一个非常原始又漂亮的森林里面啊，每一棵树都好大一棵啊，哦，其实睡在这边是蛮幸福的呢。你们平地朋友感受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哦，因为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自然的，但是你们的感情会更深，就等于我们的环境被肯定。不过真的是很棒啊，因为这环境真的是很好。那像我们昨天住的山屋啊，因为整个设备来讲，在山上来讲算是很好了，除了有很舒适的住宿的地方，那这边也有厕所，有这生态厕所。哦，对，林务局真修一个山庄，其实对山友来讲，这个帮助是蛮大的。那像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可以扎营的地方。对，早期还没有这个公寮的时候，山庄啊，还有这一些露营的设施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来的那个登山客也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么多，嗯，啊，所以以前原来，那个登山客扎营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哦，这个区域，哦，对，啊，因为大武山，第二个水源就是这个地方，哦，我们刚才在我们在那个山庄用的水是阴水来的，然后又从溪谷里面用水，就在这个地方，那不只是登山客。在我们的祖先呢，在这边岛生活，就是狩猎啦，或者是我要拿怎么样的材料啦，或者是捡什么食物来吃的时候，住宿是住在这个地方哦。下面这边有一个小溪流，八八水再以后就会变大了。有溪流就有水嘛，哈、哦，有水就生活上就很方便。所以这边以前是就是祖先他们就是会在溪流这边住宿的地方。然后也会在这边取一些山上的一些资源，对对，也都是以这边为一个基地这样。但是老人家也在讲说，这边块木很多，你看这个后面就有，这边就有三棵五棵吼，哦，啊，我们那个山庄前面也有，啊，这边本来就是很多，但是因为这个是最接近回去的那一条路，哦，比较在半运上就比较方便，所以这边就遭殃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森林里面有几棵那个块木的树头啊，哦，好几个哦，就是早期也有来这边砍伐过，嗯。对对对。哦，所以以前这边都是很多像这样的大的块木，所以这边就叫做块谷，是不是因为，就是？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有这些块木，这边上去一点点就很多了，只有这一段好像少了很多哦，嗯。但是它还有足迹，也可以看到它的树头。在关乎的是政府在管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直到今天，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的猎场，哪怕是不打猎了，我又讲说这边还是我的猎场，我的集材料的地方，就是你们过去的传统领域。对对对，哦，这边的这些块木，我们有需要，其实我们有需要，那个量不是很多，而且他们拿那个块木的时候，不是砍这样，块木有的时候是那个叫什么绑根还是什么。哦，有，长得扁扁的，然后他会去找那一种东西，哦，比较好砍，然后，最好是倒木，因为倒木，它干的嘛比较轻，这个是老人家讲的，在不是我们不是砍那么大的树，哦，就是利用它那个形成的板根的部分来做一些像船板啊，对，这些家具这样，哇，不过有这片森林的话真的是很好啊，因为这森林真的是。很漂亮，每一棵树都非常的壮硕，非常的粗啊，哦，都是老树、大树了。原来台湾族人到山上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落脚，不完全是为了饮水煮食，还是为了确保不会引起森林火灾。这些理念背后不需要高深的学理基础，只要族人认定这是他们的猎场，他们就会想办法维护。可惜一百多年来当家做主的总是别人，日本人砍这里的树去盖住在所和学校，光复后还有别的部落到这里砍树，才让这里的规矩乱了套。还好情势没有一直恶化，黄喉貂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林子里窜来窜去，森林也还保持着涵养水源的功能。哎，麦总到了，到了，哦，哇，好凉快啊！长老，这个水源地啊，真的是很凉快又漂亮，可以看到连续的这个瀑布，还有一个深潭在这里的，难怪以前祖先会来这边住啊。对啊，我们等一下游泳。游泳是吧？说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吗？真的。哦，好，我试试看。哦，这个这边气候，你看长老今天都穿羽毛衣了，我们问看。哇，这很冰呢！我看长老，我们先把北大武爬完下来的时候，我再跳下去好了。我想我们现在两个人不敢了，不要说大话。但是我们的祖先，上来的时候，为了表现他是男人，哦，他一定会游泳。哦，这个是他们的故事。这样子，什么人不敢游泳，那就不是真的男人。哦，那听长老这样讲，好像不下去不行呢，就变不是男人了。那我们先爬山嘛，下来再看看嘛。好，因为我们的目标先，
把北道完成，然后下来，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我就跳下去泡一下。哦，所以祖先到每一个地方，像有水源的地方，我们之前去那个像猫的小便，那是一个水源嘛。对。那到这边是也是一个水源，那这边有台湾族的地名吗？这边的地名叫嘉赞，嘉赞的那个台湾族，话是水源，然后这个水它会维持得很干净。对，因为台湾族人认为说水在这边流到下面去，下面的人也在吃，所以我们打小号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上去到旁边那个不会流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水呢流下去，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社鹿部落那一条社鹿溪啊，有一个社鹿吊桥那个地方，那边有很多瀑布深潭，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再流下去是到爱寮南溪，然后又流到高屏溪，是高屏溪的一个源头啊，所以这个水源是非常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昨天是从另外一边的水源是瓦鲁斯溪，是林天溪的上游，所以在大武山这边孕育了很多条溪流的源头，这个水源的这个命脉，哦，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都要保护好的哈。那边下面就有一个第一个很高的瀑布，但是我们拍不到，那个一定要从那个山下这样拍过来这边拍。哦，刚刚下过有一个很壮观的瀑布，就是在下面大概50公尺那个地方。很高兴长老带我们来嘉赞这边，看到他们过去来这边住宿的水源地哦。那这边分多金已经是非常多的，所以多呼吸几口，精神百倍啊，精力充沛。那我们就准备要去攀登圣山北大武山了哈。好，不要忘记明天下山，我们两个人要游泳。好，明天下来，拭目以待啊。和原住民相处久了，就会了解他们常常开玩笑，还会以祖灵传统之名要平地人做一些自己平常不做的事。还好麦哥找到个借口先避过风头，下山的时候一个个归心似箭，谁还记得要下水？通常在快谷山庄打包装备都是要下山的山友，我们却是准备重装往上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必起早赶晚，还是行程太过新鲜，我们的向导一个个神情愉快，尤其小田，过去是木讷的帅哥，现在成了成天乐呵呵的阳光型男，这样爬山肯定有益身心。离开前又看到一只小动物在山屋里蹦跳，定睛一看是黄鼠狼，这家伙够阴险，平常让黄猴雕露脸，自己私底下干坏事。无论如何，离开山屋应该关紧门窗，别给小家伙留下机会。拜拜。重装队伍下切离开快谷，还是有小动物在林子里窜来窜去。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着阿洞师背有伙食的背包和我们一起行动。小动物如果够聪明就知道，过两天就是假日，到时候快谷人满为患，留在原地油水更丰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哦，是一个好兆头啊！我们待会就要开始爬北大武了。那我们现在已经从山庄出来，接到这个岔路了哦。那长老说，在这边可能大家要把背包放下来，是不是？对，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祖灵地，也就是圣山跟一个个我们工作区域、狩猎区域的一个分界线。那传统，如果你要进入圣地，也就是祖灵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祭拜仪式，然后才可以入山。哦，就是还是要尊重这个祖灵地的地方，对对对，这样子。所以今天长老特别穿了一件比较传统的服饰背心哦，以示这个敬意。而且今天看起来特别帅。进入深山就要有真的原住民的装扮，我带你们，我们大家再安全。OK， 好啊，希望说一路平安，一路有美好的景色。
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地名叫邦阿邦阿兰，邦阿邦阿兰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分界线，还有一个是猎人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到达这边，他就会分他的猎物。祖先要进入圣山的时候，有一个很严肃的仪式，因为圣山不是你要上来就上来，祖灵真的是，我们会受到什么不测都有可能，所以大家也都很尊敬啊。这个山神他忌讳不可以让狗跟女人进入这个山，狗是一个我们喜欢的一个动物，但是，它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进入这个禁区或这个祖灵地，所以狗呢，我们要折。对不起，林务局哈，我们会折树枝这样子，然后绑在狗的那个背上，然后我们要给它起名叫吉顺的呆布顺，就是它的名字不再是狗，是有一个名字叫呆布，啊，那个狗在跟我们一起亲亲，啊，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经过这边的时候，山神可能会另眼看待，可能会受到什么不测，因为女孩子本来就不可以进来，所以女孩子。还好我们这边，我们有一个工作团队当中的女人哦，不然我都是男人在表演，不过诚实哦。啊，阮小姐就麻烦一下啊。当然我们会找比较漂亮的哦，我们受到时间限制，我们就拿这种草，然后把这个草就这样套在这个帽子的里面，这样就等于遮盖大的脸。哦，也不是这样啦，要看得到路了。哦，高一点啦，自己雕嘴。你其实也是乘凉用的啊，这样他就可以跟我们男人一起上去，一起经过这一座山。因为，达格老师是我们越过这个山到台东的那唯一的那个路。那要走到什么地方叶子才可以拿下来？他们没有讲。应该走过了这个山头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山头，哦。啊，其实原住民也是习惯性的，女孩子戴这个会很凉，她会选择那一些草，这个是不舒服的草，有一些草贴起来就好像凉凉的，对，带那个擦了绿油精什么的，有没有？用这个叶子其实可以遮阳的，换个角度也蛮舒服的。有那个时候在旧法湾那些老人他们也有戴，我记得他们也说那是凉快，夏天的时候很凉快，这样子不只是凉快。如果有花的那个戴起来的时候会更美啊，对，其实他们是在吸引更多男人啊，但是在主灵地应该不要，其实他们是在打扮女生的，对，所以等于我们如果走到这边要进入圣山的领域的时候，就是用最沉静的心祭拜北大武山，我们恭恭敬敬这样上去，一路这样走，从这个时候你的形态就要降低，你在主灵地的地方你就要谦卑，然后在这个主灵地里面你不可以随便乱尿尿，你不可以随便乱大号，这个是在竹林地的一个原则。你啊，出马是吊起娃娃，伊吊高高，你啊，斯瓦里丹，啊，底下乌瓜底下干嘛？乌家巴萨马加马加门，乌拉姆纳苏里纳克，乌拉姆纳诺西尼帕拉拉雷。离开祭拜地点没几步，南大武山就在视线中巍然耸立，难怪会选在那个位置当分界点。时间久远，杂木林遮蔽视线，长老也没想到，在外人眼中分界点有点不起眼，有时候文化上或沟通上的隔阂就出现在这种彼此都以为理所当然的点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阮姐干脆也不多问，头顶着绿叶一路走下去。快谷山庄位于北大武登山步道4.2公里处。1944年，日本人为了建造步道及神社，在此地兴建施工所。神社完工后，为提供日人登山住宿使用，就近采伐块木改建成驿馆。战后居民将驿馆拆除，以其木材兴建学校。民国56年，林务局原地重建避难山庄，取名快谷山庄。民国90年翻修改建，约可提供60人住宿。
很喘哦。在离开快谷山庄之后啊，可以说是攀登北大五最辛苦的一段。快谷山庄大概2150，所以今天整个落差将近1000公尺。那一般攀登的方式是从山庄到大五池，然后到北大五山顶，来回差不多10公里，那是轻装，所以今天落差还蛮大，距离也比较远。那因为我们这次有特殊的任务啊，所以我们行程安排只有一半，目标只到大五池。不过我们今天是重装，所有的摄影器材啊、粮食装备都要背上去，所以爬这段陡坡的话，大家比较辛苦，而且都气喘吁吁的。不过为了北大五绝美的景色，我想必须是要这样做，才能有这个机会，还有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拍摄，尤其是晨昏的时候，不然回来都会摸黑啊。OK。等等，我们通常爬这一段是比较累的哈。我先起床给你们看。有。现在老了，体力、耐力、意志力都没有了。不会啦，今天还可以，今天最后一次，还可以哈。对，这个长老现在热身一下，因为在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年礼的活动了。成年礼你还会再带学生上来吗？应该是，我要改过自新。现在肚子带到了，下一次来的时候这个肚子是没有的。好，这样子哈。然后那个体力是有的。好，我们这次先把它消灭。那下次带学生来的时候就哇，这个精神体力会更好，这样子。好，好，走，加油，加油。成年礼快开始了，年轻学子可以来报名参加北大五山成年礼，非常有意义。哎呀，你这人要向大五山行跪拜。哎呀，辛苦喽，那卡住了。要趴下去呀，小虎啊，趴下去呀、啊，来，就直接跳了，没有脚往底下踩，只要你趴下就下饭了嘛。等下，下面嘛，左脚不是一条腿。哎，放弃，辛苦了。啊，这向导真的很辛苦啊。这个背包太大了，所以经过这个倒木的时候，人跟背包是没有办法一起过的。因为这段路一般是比较少有重装去走，啊，因为拍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运送很多器材上去，好等待机会。所以大家就比较辛苦一点，要重装啊。一般说来，在北大五你不会见到这样的画面，从快谷山庄以上重装登山的人几年也见不到一个，所以这株倒木不会造成困扰，也不需要处理。这个画面刚好再一次演示向导的重装造成以倍数增加的登山难度。不要以为自己体力不错，爬过几座大山就拥有当向导的能力。有时候一个看起来平常的状态，说不定就会让你卡在山道上进退不得。北大五山前半段是女人走的路，后面这段就算男人都不好对付。
女士的话，体力放一旁，请先学着阮姐一样，在帽檐里塞些野草再说。神奇的是，有人就是爱上这一位，多年来乐此不疲地在这条山道上走了不知道多少回。一路陡上，一路陡，啊，都没有平路。哇，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熟悉的身影了。哎，杨大哥，哦，好啊，好久不见了，万先生好，万先生好，哇，又巧遇到你，是是是，每次来北大武都会遇到杨大哥、杨天长、杨大哥啊，很巧合，我这次来应该算是第三次来拍摄，哇，怎么那么巧又遇到你，上次都遇上了，对啊，然后看到杨大哥，真的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这一趟第几次了？827，827次攀登北大武。这可以说是北大武王了，不敢不敢。哇，你真的还是很厉害的。没有了，没有。就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那是几次啊？那时候203吧。203。对。那第二次碰面，第二次是395。395，哇，表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已经到800多次了。哇，可能我们下次来，可能就是你要爬1000次的时候，看看吧。嗯，怎么对？碰运气，怎么会对北大武这么情有独钟啊？哦，如果没有北大武山的话，我们南部可能喝不到水了。是是啊，还有它的森林生态非常的丰富，尤其上面那一片铁山林。对对对对，那个山庄的那个树冠哈，真的太棒了。杨大哥真的是北大武山的山痴啊，六十多多了哈，你看对对对，还是这么有毅力，体力这么好，就表示常常运动，常常接近大自然，身体自然就会很健康了。现在比较辛苦了，88以后，北大武的山林破坏的非常严重，嗯，慢慢的恢复中了。而且那个路线也比较长一点，比较长，并且还要长的这样子。所以如果常来爬北大武山的人，应该常常会遇到杨大哥。你看我来三次，你看这么久三次都遇到了。谢谢，祝你爬山一切都平安。好，谢谢谢谢，加油了。啊，谢谢。慢慢走。好好，再见啊。好，祝你们顺利哦。好，谢谢。有毅力。杨天展大哥过去年纪还轻，就一身老人病，高血压、心脏病缠身，开始爬山却越爬越年轻。他尤其钟爱北大武山，每个礼拜至少爬一回，每一次都一天来回，还印了张北大武山爱登者义工的名片放在身上，希望大家一起爬北大武，爱护北大武。孔长老却是另一种典型，他很服老，也坦诚自己体力衰退，常常走一走就落得老远，麦哥就会想办法看东看西，找个理由停下来慢慢等长老。攀登北大武的步道旁边哦，这边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古老的树种啊，粗匪，台湾粗匪或者是威氏粗匪，那它很容易被误认为红豆杉啊，因为它的叶子长得跟红豆杉非常非常的像。那要分辨它跟红豆杉的差别哦，主要就是看它的叶子背面有比较白色的气孔带，那如果是红豆杉的话，它是比较偏绿绿黄黄，比较淡。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叶子的前端呢，这边是杉出，这顶芽这个地方它跟红豆杉不太一样。那粗匪最早发现是在1900年鸟居龙藏在玉山发现的，1914年早田文藏命名的。那时候他为什么会用威氏来命名，就是他当时在纪念一个英人，就是美籍的植物学家，就是 Wilson， 他是纪念他，所以用威氏。那因为是纪念他对台湾植物的一些贡献。好，那像用威氏这样来命名的植物，像还有台湾的黄杉，好，威氏地杉也是用威氏。那这个算是在步道中，看到还蛮值得大家来认识的，因为这也算是比较稀少的一点的植物。麦哥本来想问孔长老，粗匪对台湾族有什么意义，但是久等不到他老人家出现，一路上大家都想帮长老分担装备，好让他走起来轻松点。他相当豪迈地表示，成年礼快到了，得练练身体。我们猜想，原住民应该不会像汉人这样假客气，自然就不违逆老人家的意思。
但私底下还是想法子抽出了一些重量。红豆杉是红豆杉科红豆杉属植物，又名紫杉、红杉，原产东喜马拉雅山至中国东南台湾，分布于中海拔山区的针阔叶林带，树干达20公尺以上，材质致密富弹性，是佛像雕刻、家具、建筑等优良用材。叶线状披针形，略呈镰刀状，树皮和树干含紫杉醇，是珍贵药用材料，已被列入受保护树种。长老，这一棵快木真的非常巨大，可以说是大武山的巨人呐、啊。这样看下去，帽子又掉下来了。哦、对、啊，仰头可以看到这树顶啊，哦，非常非常的粗壮又高大。哇，这个地方在排湾族来讲有它特别的意义吗？排湾族的话叫达人瓦里，达人瓦里，对，瓦里。达人可能是称所有的树，但是瓦里就是快木的名称。那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地名吗？这边的地名叫伊盖巴六斯，伊盖巴六斯的意思，那个地名意思好像是一个家庭的名字，好像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也不属于他们的。这一个神木哦，我们看起来很大，但是在下面有一个区域。那个老人家说，到那边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这边算不了什么啊。到现在再听到，可能会不服气。所以那也是一个秘密基地了啊、表示大武山这边森林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还有留有这种快木森林。不过越少人知道还是越好了啊。对，好像各七棵这样子。它每一个都会比这边大。不过现在有这棵大武神木来看的话，就觉得心满意足。对啊，而且已经是非常的壮观了。看到一棵，我们就要知足了。对啊，哎，站在下面，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啊。现在看这棵树真的好大哦。快木在我们台湾族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以外就是我们的床板了哈。常常在山林走动看到的那个情况，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心情一样。所以有一首歌，它的歌词是：我犹如在快木森林的树底下这个地方的青苔。因为台湾族是一个浪漫又悲情的一个民族啊，所以它的歌词几乎都是这样，跟快木有关系，是跟它那个上面长的青苔有关系啊。对对对啊，这个青苔几乎在这个寒冷然后湿也比较湿气的地方又常常下雨，它那个青苔就一直是湿湿的，有没有？然后就类似我的眼泪一直流着不断这样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因为我喜欢你，因为你不喜欢我，这些种种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泪水是女孩子的泪水咯？应该是女孩子，男孩子又流那么多的吗？有了，以前我会有了啊。这个青苔几乎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湿湿的，甚至在一直在滴水，下雨过后啦，或者是雾气，然后就是它就是一直湿哒哒的，为你再流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女孩子唱会比较好听。台湾族真的是蛮感性的民族哈，对，就把一些情感啊，把一些故事就用歌声把它抒发出来的。但是那个女孩子也不简单，很少女孩子可能就像阮小姐有走过这个祖林这样的快木吗？我唱的不好听，会破坏那个整个的情感。那就要请长老唱一下喽。这个应该是女人在唱哦。沙子阿兰加呀，耶那呀拉耶诺。是啦是啦啊呢啦，大人一个马多啊那呀啦一路，
沙子阿兰加呀。原来挺拔高大的巨木底下藏着这么细致幽怨的心声啊，排湾族还真是个多情细腻的族群。至于这株块木，已经是爬大武山山友的精神象征。孔长老说还有更大株更雄伟的巨木，实在很让人好奇，有机会应该请长老带路，说不定能找到另一片块木秘境，但又担心曝光后受到影响。过去我们看块木都只能仰望，使用飞行器后让我们视野大开，也希望让观众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见台湾的山林。新设备让我们对很多题材都跃跃欲试。话说回来，飞行器还没办法自己飞上山，带它出门就成了我们甜蜜的负担了。块木是柏科扁柏属，具有浓郁香气、防虫性佳、不易腐朽等优良木材特性的树种，统称块木。这些物种通常都长得高大且长寿，分布在北美洲、日本、台湾等地。这类植物全世界仅六种，台湾就有红块及扁柏两种，两种都是台湾特有种。其中红块又名松萝、柏婆亚、Maniki， 扁柏又名黄块、高卡拉或 Hinoki， 两者都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目前已禁止采伐。加油！可以。现在温度越来越低了，那我们爬的高度就越来越高了。经过大武神木之后，然后这边看到森林都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在这森林中看到很多块木，现在开始出现的就是铁杉了。所以现在看到这片森林都是块木、铁杉。现在看高度计，海拔差不多2500公尺哦，所以块木就越来越少。慢慢就要进入台湾铁杉的森林了，那现在都是铁杉跟块木混在一起，哦，这森林非常非常的漂亮，大武山的森林真的很漂亮呢，哦，那有机会再跟长老去看那个大哥的，好好，长老点头了，表示可以，好，我们走，嗯。行哦，这是湿的哈、哦。哎呀，哇，看到水了。对啊，看到水了。这边就是滴山水，来到了生命之泉的地方啊！这真的是我们今天的生命之泉啊！因为我们今天会住在人线上，上面是没有水源的，要煮饭喝的水都要在这片岩壁取，所以刚刚向导们应该已经把水都取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喝这个。从岩壁里面渗出来最甘甜的水啊，包含下面高屏地区的人民呢，也都会喝到这边的水啊。等等，对，这个是我们整个大武山登山啊，或者是以前我们在这边生活，但是属于最高海拔的是那个水源，最高的水源了啊，不容易耶，现在海拔2600多公尺了，所以还有这样的水，那水量。还蛮多的，一滴一滴的形成这个涓涓的细流啊，一直这样流下去啊。那到这边呢，除了这个岩壁渗出来的水啊，非常漂亮啊，这阳光有点出来了，这对我们老天对我们应该是蛮眷顾的了啊。那这边开始出现这种铁杉的造型，已经非常优美了。我们可以看到，到阳光照射下来，这铁杉要长在这个天上哦，很大的这个树冠啊。像铁杉帮我们撑起这个伞，绿色的大伞，一朵一朵的大伞，所以我们越上面应该会渐入佳境了啊！你们先喝水了不？我要喝水哦。好。哦，你看这个
真的是从岩壁这样渗出来的，很多苔藓。哇，还是吃三杯哈、啊。好，三杯。好。第二杯，再来一杯。哇，好。什么味道？那我也来三杯啊。无法形容的自己体验。先把手洗一洗。哦，这绿色毛茸茸的，这摸起来就很舒服啊。它好像是过滤网。对啊，好像这过滤的器具一样啊。好。哇，这个敬一下大武的山神啊。啊，谢谢长老。嗯，好喝，再一杯。第三杯，哎，好，谢谢所有的人。其实我们两个人很没有礼貌，也应该要让女孩子幸福。啊，对啊，很快了。没关系，没关系。好，兰姐，兰姐，我先看你们怎么喝啊。兰姐戴手套。那我们应该要用手这样给她。一开始长老说狗和女人不可以进入神圣的领域，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族群会被两性平权人士盯上，后来长老又说他们很爱狗，种种表现又展现出很体贴女性，我们猜想那些女性的禁忌说不定是疼惜女性的设计，更何况排湾族女性可以当头目，这在全世界政治领域中都算很先进的做法。爱寮溪位于台湾南部，是高屏溪最大支流，主流长69公里，流域面积829平方公里，主流上游为爱寮北溪，发源于高雄、屏东、台东三市县交界附近的摇摆山西侧，汇集爱寮南溪后史称爱寮溪，在三地门出屏东平原，于里港附近注入老农溪。下面、上面都可以走啊、哦！这个岩壁，稍微手脚并用一下 ，OK。这个岩壁都有一个踏足点，所以还好走。好，现在有点在跟时间赛跑，跟太阳在赛跑，因为现在太阳忽隐忽现呐、啊，可是是有机会。看到云海的，因为搞不好再晚一点云层就会下降，但是唯一的就是夕阳下去之前呢，我们能不能到有展望的地方拍到夕阳落日云海随缘啊。啊，这边景色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加油、yeah! 后面的加油。嘴里说随缘，但是动员这么多人力，背负这么多器材，是不是能拍到与众不同的北大武？麦哥其实还是很在意，尤其前两天细雨绵绵，好不容易有点天晴的指望，万一这时候变天，雨神之名只怕永远无法摆脱了。希望长老多和祖灵沟通，我们一路上来都遵守排湾族律法规矩，没带狗上山。唯一的女性成员也乖乖地在帽檐底下塞了好一阵子的树叶，北大武的山神祖灵应该会多给我们几分庇佑吧。我们每次心生怀疑，孔长老总会说，我们就像雄鹰一样，想看的东西都会看到，北大武山就在不远的高处，希望他说的都是真的。